2024香港小姐竞选仲有唔够半个钟头就举行啦，我而家就身处喺红地毯嘅现场。马辩、Cindy， 旧年你哋仍然系候选佳丽嘅身份，今年欢迎你哋加入冻酱女神嘅行列啦！多谢 Nicole 师姐，今年可以喺呢个红地毯上面同你一齐采访啲嘉宾，真系好荣幸啊！记得睇住我哋，冇问题。师姐，隔篱依架白色嘅电动车系咪就系冠军可以带走嘅奖品呢？醒目，冠军除咗可以揸走呢一架名车之外，仲可以带走价值468万嘅后冠啊！咁幸福。系啊，不过你哋已经冇份啦，但系就可以同我仲有咁多位观众一齐欣赏下红地毯嘅盛况。今次的表演咧，我哋真系努力练习咗好耐，所以希望今晚可以咧带动到全场嘅气氛。我想当年选嘅时候咧，都系二号嚟嘅，而我听闻咧，今届嘅二号都系一个大热嚟嘅，所以唔知道佢又会唔会有机会咧？咁你哋有冇啲咩心水啊？我哋一定系帮翻自己咯，系啊系啊，二号、三号、四号系，一号、十号、十三号，我系六号啊！我净系记得名啫喎 ，Mila、Emily 同埋甜甜。哇！我相信我今晚一定可以上到台嘅，四强可以上台啊嘛！你根本就系候选佳丽，我相信我今晚你唔好上去，今晚嚟选嘅。系啊，你今晚嚟选嘅根本。我超灵啊！哇，咁多位冬奖女神，你哋觉得今年全女班上阵点样啊？我哋觉得好正啊！多谢。后冠谁属，当然系大家最关心嘅一环。不过沙里带领由佢亲自拣选嘅星梦儿学员同埋校园好声音嘅洪心儿一齐表演嘅大型歌舞，都系观众非常期待嘅一幕啊！寻晚沙里到电视城进行总彩排，一嚟就同几位学员揽揽，大家非常有爱。呢边大家准备埋位，另一边上15位候选佳丽就喺后台炮制惊喜。9月30号就系沙里嘅生日。咁咧，你哋咧一定要俾個驚喜佢，就翻去排舞嘅時候送個蛋糕俾佢。有咁邊個捧蛋糕，邊個講嘢，邊個想捧蛋糕，一齊啊！咁嘅，你三個咁踴躍，你三個中間捧蛋糕，可以為 Super Idol 沙里送上驚喜。日本候選佳麗非常著約，為賽前嘅緊張時刻添上歡樂。我哋一齊唱歌係咪 ？OK， Happy系咪一行出去就唱啊？系啊，一行出去就。但系直接喺呢度，佢喺上边。佢喺上面定喺边度？台上面。係希望呢個 show 好正，然後大家都好開心，大家都做得好好，多謝曬！希望你哋冠軍與冠軍都非常之開心。OK，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好啦，多謝曬你哋咁有心。你哋點知道我嘅生日嘅？因為你有好多人都知啦。哦 ，thank you， 多謝曬 ，thank you。Good job！ 大家加油！好啦，做咩行街？我哋都繼續。夠唔夠驚喜啊？係咯，我就話邊個生日？我以為邊個細路女生嘅，我唔知係我嘅，因為我仲未到年齡啊，係咪好實？好感動嘅，係啊，好 sweet 啊，太驚喜啊，而家 shock in shock。Last two， 注意身。玩完驚喜，大家收拾心情，開始彩排。一開始由排舞師 Sunny 代替沙里同一眾學員彩排，沙里就喺觀眾席睇下有乜要執，各位學員仲有乜嘢要注意。
唱得好好啊！贏就咁，你哋嘅聲嗰度咧，嗰啲女仔聲完全冇大啲嘅，你哋要唱得用力啲嘅，唔夠力㗎。咁就後面啦，阿新年，佢哋要集中啲啊，好散啊，嗰啲 dance 散咗啲。咩叫專業？等沙莉用行動話俾大家知。佢同音樂總監趙增熙以及 Six 嘅經理人 Eric Kwok 密針，一切都執到佢滿意。每一個學員都達標，做到佢嘅要求之後，佢先親自埋位同大家一齊彩排。快食上酒。麻煩你哋三位，我留守。我知道你哋幫緊手，不過你哋唔好對住我哋啊！你咁對住我哋好confusing啊！你全部都背住跳啊！你先背住跳啊！我哋亂曬，我把聲 OK， 但係喺多人嗰陣時我好嘈啊！係啊，多人嗰陣時，佢哋嗰啲聲細少少咁啊，等我自己可以通自己得。沙莉唔单止对学员要求严格，对自己一样要求好高，排完一次又一次，完成彩排之后又大赞学员，俾好多鼓励后辈。多谢晒大家 ，thank you。多谢晒 ，everybody， 多谢晒。啊，到时嗰啲音乐可以 chase 嘅音乐大声啲喎。好玩啲，氣氛啲，吹上啲音樂大聲啲。Thank you， thank you， 聽日 good show。I'm so proud of you. She did so good. You guys all did so good. You guys all sing so well. You guys did so good. So proud of you all. So proud of you all. So proud. Thank you.就是那个饭钱 ,look at the fun. 我的饭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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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晚仲沙莉前輩仲 send 咗兩個信息俾我哋啊，就係幫你打氣，有幾分鐘嘅 voice message， 所以咧好激動同埋好榮幸，真係好榮幸。我每一次彩排咧都會食飯團啦，佢就叫我用我嘅飯團力去唱出嚟啊。She told us to have fun， 同埋就係要 enjoy 嗰個。moment， 佢真係好真誠，亦都好有 energy， 同埋佢係永遠都係用一個開心但係又嚴謹嘅態度同我哋一齊排練嘅。